现在都要转一下。呜呼！哇，你好厉害哦！我好厉害。哎、欸，大师球。哎、欸，行。没有在做，没有在做。有啦有啦，都在啦。只是我要叫波波嘛，波波来挤嘛。嘎嘎哎、欸，开什么玩笑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天蝎。我们今天来开这个宝可梦卡牌一五一的售前开箱。那我们请到了这个还是现役的四天王李志伟。那今天为什么要请他来呢？就是因为我们这一次的四天王决胜赛，它有分标准、开放跟限开。那其中限开的赛制是两个补充包让你选，一个是我们的三连银宝，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宝可梦卡牌一五一。所以，我们今天除了售前开箱的环节一样，我们会各开十包。然后就用那十包去做这个售前限开，我们现在就来打限开赛制，对，直接请到现役的四天王来跟我拍这个影片。好累啊。对，好累是不是？还好吧，让你多一次机会，不然你在外面开卡包到时候发售，我是不信你会找一个人陪你这样练级啊。很难练。我们今天就来开这个宝可梦卡牌一五一，这是一五一呢，顾名思义就是他把我们初代的一五一宝可梦全部都做成卡片。焦点的话，除了这个梦幻，然后支援者有利嘉，再就是他有一个新的闪法，以前不是有那个豪华镜面闪吗？每一张的 R 卡。以下都会包含阿卡，以前阿卡是不会做镜面闪的，以前只有 UC 会做，多了一个这个一盒只会有一张的大师球版本的豪华镜面闪。哦，对，以前是那个精灵球嘛，现在多了大师球。那张大师球是什么？也会影响哎、欸，我们今天的运气是好是坏？最好就人物吧，人物还有三一步。啊，三一步也蛮对，三一步也蛮厉害的、嗯。那你要左半边还是右半边？我都行，你都行。那我们就照我们坐的方位好了。好，没问题。到时候先看就觉得，好紧张，时间不够啊。哦，宝石海星，宝石海星这次也不错，魔强人偶。其实限开这种一能做四级的，理论上四天王限开上位教学并没有。宝石海星新的方式伤害指数的方式，我觉得还不错，就是九十血水属性。最近蛮多人把它配那个什么大剑鬼，可它有点可惜，它不是防卫牌库。那还好，你可以救援行李箱。然后这个是新的志愿者板木的领导力，跟以前老大指令不一样。如果对方战场宝可梦有填能量的话，你就可以使用它。它的那个身上一个能量会回收，然后你这回也可以多填一个能量到你的战斗场宝可梦身上。限开的话，就是我们一开始可能会避免把能量贴给战斗场的宝可梦。大石花，所以是每一包都有一个豪华镜面闪，一部也是三种属性，所以我觉得好像限开也可以打。如果你有抽到够多，能打的原因因为限开你就是找那个能量最少的、欸。抓幻币最近蛮多人把它配梦幻 MIMAX， 学到有机会让它没有办法进化。他们是直接四张放满，然后加上他是可以看对方手牌，你不管有没有你就先看嘛，然后你就知道接下来要怎么打。然后加上他是物品卡，你可以被机器虎丢，或者是你可以直接无痛的消耗他。大气球很直接哦，很对，直接性的来，就是原本是气球有个大，给二阶进化宝可梦，它的撤退会全部消除，还、欸、算不错啦。还行啊，这是新的化石的物品，以往是同一只化石、哦，然后这只是有对应的，像这个就是现开会用到的，然后互碰一半的部分，我知道了，我的镜面闪都超属性，哦，百变怪，日本现在投入都是放在阿尔鬼龙里面，阿尔鬼龙里面，对，你可以去选择你。场上没有那个进化出来，牌库拿那个刚才的那张板木的领导力到手牌，好像还不错了。那个在限开赛不是没发生过。哦，第一张 AR 卡比兽，就是新的卡比兽。对，它是你可以从弃牌区选择最多两张吃剩东西给对手看过后交手牌，它会来搭那个顽皮雷弹丢场上的道具。哦，尼多王自行车道。这个我觉得不错，这个就是竞技场版的加贺龙啊，抽一，对，还不错啦，还不错，就是你牌库包放什么，然后你能量够多就可以放这个。催眠魔哦，我海星星的，我可以放宝石海星啊，哇，那结果我等一下没有抽到半张吃剩东西，那也就没办法，就只能打一百三嘛。哦，第一张啊，胖可丁吧，胖可丁吗？哦，龙眼，哦，代兽，代兽一可是有他、哦，有他，他蛮强的。三重抽出哎、欸，现开没有差，而且230哎、欸，只4只硬币，然后正面之数打100。去年不是大家都在那个铁掌力士吗？天哪、啊，我才一张一叶歌词，还有4包，现在都要转一下。呜、哦，
哇，你好厉害哦！我好厉害，还不错啦。其实哎，现开蛮强的。我现开很强哎、欸，看一下第一招动心之吻，如果对手战斗宝可梦睡眠的话，直接加他昏厥。然后第二招是山水打120，让对方睡眠。嗯，先打第二招，再打第一招。嗯，对，弱点可以消除，但是要基础宝可梦。嗯，我点一下就哦，刚好我的主力快龙。哦，这个也是大家这次好像以宝可梦来讲，抽到他的大师球闪会比较好一点。哦，他人气蛮高的，他人气蛮高的。哦，整回的输送，哎、欸，怎么志愿者都在这边？是不太对的。阿古蛇、水晶龟，你是不是没有其他的龟？他放不进来，他放不进来。他特性很强，减30，所以他很硬。他是这次御三家最有可能在未来赛场出现的牌。其他的话要等一下，通火龙要等那个在下一代，嗯，二喷出来之后，哦，他的招式是不是双加龙炮？将手牌最多两张选能量丢弃，然后造成其张数乘以140。但是你就是变成说你那会可能需要四颗水能量，拿奇人派洛奇亚先做一只，嗯，然后你就后面一直用超级能量回收。哦，嘟嘟力，我是没有抽到嘟嘟，你没有。但是我有两张基础EX，是没错啊。好了，那换我们的四天王。哎，我要嘟嘟啦，讨厌。像这种，如果你有牙嘴火兽的时候，其实。这信他蛮强，他一人可以打50。可以，我两只。啊你，还好，迷藤姐弱钢。可以。哎，你是不是有机会啊？哦，有哦，有哦。哎呀，有填能量的东西啊。这个很强，这个很强，这个是第一次硬币。然后如果是正面的话，你可以用700去填一个金能量。涡轮修正档加强版，强化版。有一些涡轮修正档，它不能填基础，不能填巨克斯。对。然后这只是什么都可以填。哎，大师球。哎、欸，是哎、欸，大师球臭臭花，我们这一盒臭臭花好多。以现开来说很强啦，我们以现开考虑，就是对，差不多。哎、欸，你可以进化了，这张很强，这张很强，是抢先进化，因为它的大嘴雀是可以直接拿东西的。哦，这个就可以当独角兽。我打完第一次60之后，后面一拳都是120。如果你打不死他们，哎、欸，对，天哪，我不能叫代兽了。你有护目镜啊？哦，这个是 A， 哦，你好强哦。我有 AR 可以用呢。会再有一张 AR 吗？刚讲绿龟超梦，现开也还可以，还行。我觉得基础它有一定 HP 的都行。对，哦，你有力加，它可以取代去年的四天王参赛卡。都麻辣飞吗？对，麻辣飞。它是看对方手牌，然后你可以选择一张基础宝可梦，直接抓下来。抓下来到变蓝区之后，你可以再把它抓上来战斗场。哦，对，很强，强到不行。我大蛇背，我要拉普拉斯哦。为什么两个幸运同地？我要开始抽了吗？好。那我们先简单的把我们的高版本挑出来，我们让大家看一下我们这次抽的卡片有哪些。画面上呢，这八张就是我们这一次抽的，分别有四张1234的 R 卡，三张 AR 跟一张 HR。大师球伞的话是这一张臭臭花，还不错。但是我蛮希望有喷火龙，对下一个版本来讲，那我们就来进行接下来的构筑的环节。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动作就是打线开，你们都要做的第一件事情，把你们的属性分类。这样才知道你这次抽到的卡片里面哪个属性比较多，然后进化力的等级是不是可以去针对那个属性来做构筑，这样去选择。然后现开赛制的牌是放40张，我打4张叫小卡。对，所以等一下大家可以参考一下，我们能量大概放几张。
还要那个时间来说。等一下，看不到。我跟在。很短的。进行我的非常激烈的战斗，对，非常好玩。再想想，对我这边的印记比较好啦，代兽一叶科士，还有迷纯姐一叶科士，都是三颗能量可以进行进攻的。尤其是张代兽，他的第一招一五就可以使用的三重抽出，可以让我在前期啊还没有填到三颗能量时补很多牌。没有意外，我自己会选抢后宫，为了让他们两个叫上场，所以我另外的宝可梦，然后这个波波还有百变怪。百变怪是你可以在战斗场直接把它变，那波波只是可以从牌库选择两张基础宝可梦放在备战区，我整副牌的宝可梦就放这四张而已。只要我这副开局不要是米纯姐，只要这三张后宫我都可以做事，其他整副牌31张能量。然后我们的四天王李志伟，我什么好介绍？我是有放妙蛙花，但是二阶进化宝可梦就是在 EVE 里面不好做。对，除非你有抽到那个正规啦。现开的原则就是以基础能用的为主，可能要放一些铺场跟抽牌的宝可梦。呼朋引伴几乎是必定放。然后像你有放到那个吧，那个拉普拉斯。如果你开局是拉普拉斯，其实我觉得你的宝可梦什么都很好叫。那以上就是今天的那个宝可梦卡牌151的开箱以及我们现开赛的示范啦。那很感谢今天四天王李志伟可以来陪我一起完成这个影片。预祝啦，就是希望我们的李志伟四天王可以连任，好不好？有没有信心当台湾第一个连任？我任期至少还有一年半吧。好啦，那我们就到这边啦，拜拜，拜拜。